好久没吃曲奇饼了，你给我买。你一天到晚就乱吃，姥姥给你做。你做的不好看，我今天就要吃嘛。臭小子，姥姥给你上一课，让你尝尝彩色的饼干。姥姥，你摘这叶子干嘛？姥姥用来给你做个彩虹的曲奇饼呢。这能做得出来吗？急什么？你在旁边看着就是了。姥姥，这要搅到什么时候啊？搅到像姥姥这样松花就可以啦。姥姥，这绿色的粉就放这里啊？看好了，姥姥待会给你变个五颜六色的。哇，姥姥，这还挺好看的嘞。你是想吃了吧？还不赶快来帮忙。姥姥，这是不是烤一下就可以吃了呀？是啊，帮姥姥拿去烤一下。来，圆圆尝尝姥姥做的曲奇饼。哇，姥姥，你这曲奇饼做的好好看呢。好吃。姥姥，你这